姐，要不我给你推折？你卖身去吧。八十一次，行吗？你说什么呢？干嘛呢？老李，姐啊，你岁数是大了点儿，但是你这身材真不错。哎，你要好好干，肯定比这厂子挣得多呀。 他妈今天弄死你！你动，松开我！别动！放开我！你放开我儿子！你们干什么呀？我已经会还你们的。姐，试试吧，挺好的啊！别碰我！我都想炸了！你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。我今天给你拼了！我弄死你！就你啊！啊！弄死我！放开我！你想家。姐，咱先玩玩呗。别碰我！你他妈人！你不是傻流氓！你放开我！你不是犯法的！都这岁数了，还不好意思。 我弄死他！放开我！放开！我他妈今天弄死你！快跑！杀人了！杀人了！杀人了！你还真不拿我走？